门关着干什么啊？吃饭啦。为什么？拿那么多钱干嘛？拿来。我不是跟你说我要跟会吗？跟什么会啊？我们家都没钱了，你跟什么会？钱拿来。你不懂吧？你知不知道跟会利息有多少？我知道，可是风险也很高。你看吧，你就是这样小气，所以你赚不了大钱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跟别人说好了，你不要跟我啰嗦了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又有女人了？又来了。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要这样子？你整天疑神疑鬼，你累不累啊？不要小题大做嘛。我小题大做？你开始回来时间又不正常嘞。我真的不想再跟你说了，不过我觉得你真的该找个时间去看精神科。德旺，林德旺，你来了。回去，先回去。转新闻去没听到的。一大早要去哪里呀？一大早，你好意思问我？又喝这么醉？拜托，大过年的，真的不要这样子嘛！我昨天跟几个好朋友喝酒，喝多了，喝醉了，所以到现在才回来。你平常喝醉我都可以接受，现在什么时候？家里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？再喝这么醉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良心被狗吃了！什么事情？滚！滚！神经病啊！我他妈哪一天不喝酒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女儿是被人捅了，住院了。女儿是住院了。住哪家医院啊？为什么被捅啊？啊！没良心的人，不想看到你了。我住哪里了？在找什么？
为什么？找以前的东西。找拿照片的单子吧。对了，照片我已经交给新娘子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承认？啊，什么神经病啊你！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一开始我还想你是不是逢场作戏，现在连结婚照都拍了，你要我怎么想啊？就是一时好玩嘛。好玩？你是不是玩过头了？为什么？我不懂哎。那个女人是哪里好？你要这样子对我？这你想知道吗？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快乐，好像回到初恋一样。那你的初恋什么时候会结束？去哪里？我肚子痛，不舒服，可不可以？你根本就不会结束。下班了，下车。又换车了，有了钱就乱花，犒赏自己一下。哎，你今天有没有想到哪去收工的款啊？我送你去。今天没有。哦，那有没有特别想去哪里？吃饭吗？不用，吃的家里有。其实我今天是有一件事情要找你帮忙。我觉得有个女的，你应该跟她见个面。德旺说你要她跟我离婚，而且还提出三个条件。不是我不跟她离婚，是你提出的这三个条件他一个也做不到。不可能，德旺不可能骗我的，他明明答应过我啊，他口口声声说要跟我在一起，
你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德旺他要是要跟你共组家庭的话，他就会带着离婚协议书来找你，而不是现在我坐在这边跟你谈嘛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离开他吧，他不会给你幸福的。宝叶，宝叶，我就知道你行，早知道早点请你出来，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了。宝叶，宝叶，宝叶，我车子在那里啊，上车吧。我想去走走。你想去哪？我陪你啊。我一个人比较自在，你走吧。你现在是怎样？动不动就不理我，哎，不高兴是不是？想要一个人啊？那就离婚啊！听到没有啊？对啦，我们当然是尽量啊，能度就度，那不能度的话也不要强求。他的个性就是那样子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对啦，要是不投缘的话，我们还是尽量善解了。我现在就是花时间在造福啊，真的。人要是没有福分哦，或是福报尽了，你赚再多钱都没有用。我知道。稍等一下啊，宝爷，有个师姐找你啊。哎，喂，蔡师姐。让家人幸福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从来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找自己的快乐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那我过几天去收了。好，拜拜。这些年来，我找的快乐只给我的家人带来痛苦。讽刺的是，我也已经记不起来那些快乐是什么了。